去收服妖猴，启奏万岁。以老臣看来，不如携带诏书召他上天，不费一兵一卒把他哄上天来，严加管束，如不服管也好就地擒拿。这有什么稀奇啊？你们闪开！变！咦？哟，真是个好宝贝！太好宝贝了，极了，好极了！天上来的，要见你们大王。没有大王的命令，谁也不准走。哎，大王有命令，大王命令带老头前去。哎，这才像话。我是天宫太白金星，奉玉帝圣旨请你上天。上天干什么？上天去做官呐。做官？做官有什么意思？这天上乃是神仙境界，与你们这花果山可是大不相同啊。到处金碧辉煌，遍地奇花异草，星星铺成银河，彩虹架作飞桥。大王，您要是不去看看，那岂不是可惜吗？好，俺老孙就跟你走一趟。大王，我命令我们也要跟我一块去。大王，我命令上天呢。为什么不能上天？带俺先上天去看看，你们在家好好操练，要是真好，我就带你们前去。哎，你们好好在家操练，下次带你们去啊。嗯，你们大王呢？我们大王早飞出十万八千里了，你还不快走？等一等。请来的，闪开闪开，快快让俺老孙进去。可有诏书？嘿嘿，既然玉帝请俺老孙上天，为什么还要动刀动枪的？快快闪开，不要惹俺老孙生气，如若不然，嘿嘿。不要动手，不要动手，不要动手。嘿，老头，怎么哄俺老孙？他们为什么不放俺老孙进去？你是第一次来，他们不认得你。赶快闪开，这是下界仙人，我奉玉帝旨意请他上天的。请吧。
请稍等片刻，待我前去启奏。宣道，宣上殿来，宣上殿来，宣上殿来。哪儿去了？哪儿去了？去参见玉帝，快去快去。玉帝在哪儿？在哪儿？上面便是，快去朝见。跪下。启奏万岁，那孙悟空是下界仙人，不懂天庭礼节，万岁恕罪。免去朝拜。吴取星，臣在。查看一下，哪里有官职缺额？遵旨。给他个小的。启奏万岁，御马监缺少个管马官。封孙悟空为弼马温，掌管御马监，下殿去吧。赶快谢恩吧。弼马温是干什么的？哦，这御马监有骏马千匹，都归你管，在那里呀，你是最大的了。赶快谢恩吧。这是官服，不可不穿呐！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！哎哎哎哎，大王莫开玩笑，莫开玩笑！马天君，臣在。那弼马温乃是你的手下，你要早晚防备，严加管束，不得大意。遵旨。干什么？哎，起来起来，哎，起来。
请弼马温查看天马。哦，哪有这样管马的？自从弼马温来此以后，天马匹匹精壮巡抚，您的功劳可不小啊。马天君到，马天君到，请弼马温快去迎接。什么马天君牛天君，别去理他。马天君，新来的弼马温为什么不来接我？他正在驯马。去。该死的，该死的，谁敢把天马放了？你是什么人敢来这里放肆？大当猴头，玉帝派你管马，你竟敢把天马放了。要是缺少一匹马，小心你的脑袋。你是什么东西敢来管你孙爷爷？我是玉帝的钦差，是派我专管你这猴头的，你还不乖乖的服管？住口！玉帝老儿请俺上天，还派个人来管我。胆大弼马温，你眼睛里还有玉帝吗？为什么给我绑起来？谁敢绑我？去你的吧！来人呐、啊！来人呐、啊！来人呐、啊！呆，告诉你那玉帝老儿，他看不起俺老孙，倒要叫他看看，俺老孙可不是好欺负的。